道我是一棵树，不是，我是刘议员。我在美好年代里面饰演的是温小光，他什么事情都冲第一，友情摆第一，义气摆第一，吃东西摆第一，念书就倒数第一名。如果你身边有这种身体行动比脑子快的朋友，也要好好珍惜他哦。记得收看美好年代耶、yeah！